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苏佳怡，来自北京语言大学，是这一次冬奥会为数不多的来自澳门的志愿者之一，而这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里，在北京过年。嗨，我们现在来包饺子。其实呢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没有，我都在学。对，对，哦，对。Hello，年夜饭，年夜饭，饭，耶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其他对联我就不贴门外，有点，我有点害羞，就这样啦。干杯，敬